这个是，这什么情况？前程子人心机极深，不可能无缘无故对我示好的。我就知道他有所图谋，提前把最重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。消息，咱们的《梦回北凉》系列上热搜了，大家都特别喜欢你的作品。哇，这被夸上天了呀！梦离，你火了呀！这怎么还有磕设计师和模特 CP 的？到底看人还是看衣服呀？还有好多人在猜男模的身份，不会被人弄出来吧？梦离，我听说杜总已经把这个系列作为 LK 下半年的主推款提交董事会了，这要是通过的话，那梦离就是跟钱总监就是平起平坐的首席设计师了。哇，